这女人啊，这个穿搭是真迷离啊！你这把大报纸给糊身上了吗？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这不是想让你多学点东西吗？我英语学的不好啊，关键是。学的不好，我可以教你啊。场面一。哦，这是小姨。老公，你是牛。老公，你是牛鞭。老公，你喝枸杞。哎，老公，你鼻子咋了？啊？流鼻血了，身上还可热。那咱们赶紧回家吧，可是还没有吃完呢呀。哎，吃什么呀？豆腐已经拿到了，快走吧。豆腐已经拿到了，快走吧。啊，走吧。场面二，我真难受啊！哎，不对呀、啊，走错了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这是我老婆。啊啊，老婆，我喝多了，好难受啊！躺一会儿，有老婆的感觉真好。以后别喝这么多了。嗯。想吃肉啊？先把这碗汤喝。不是你有点过分了吧？哎，我就这样，你还吃不吃？行，有你的。你去哪儿啊？我问你们公司新来的女同事啊？啊，是来了一个。漂亮不？挺漂亮的。嗯，漂亮吗？啊，到你比你差远了，没你漂亮。嗯，化妆呢？化妆还可以吧？那穿衣服呢？你穿衣服倒是挺漂亮的。我操！媳妇儿，别这样，千万别骂不甜，你再这样我叫了。你叫我黄瓜对面救你今天，我叫就是的。媳妇儿，媳妇儿，要不这样，咱冷静冷静，咱俩找找谈恋爱时候的感觉。啥感觉？就是你谈恋爱的时候，你给我跳那个舞，你这门框可性感，可好看了。我不开，我害怕，我不开。场面三。哎呦，你够闷哈！你天天都老一套哈。怎么老一套？你看人家俺那两人搂搂抱抱、亲亲我多得，这是激情。你羡慕？我当然羡慕。那是小年轻，你还懂？你几十了？我再几十，我也有激情。还有你激情？你天天去你？你在这个搞解释？你是我的私有财产，我想多少亲妈多少亲，你是盖了大章的。你快过来。要不我给你一人甩。你我就是你私有财产，我也有自由，你可知道？你再自由，我想多少亲？你想多少亲？多少亲是多少亲？你也得看我心情。你我心情也不好。你再说，你的心情取决于我的心。宝宝，我想亲亲你，可以吗？还好，是啊。啊！我把你眼圈弄得你白化。这什么的？谁规定人多的地方就不能亲亲的啦？这里没人，你亲吧，快！哎，算了，不想亲了。多好玩啊你啊！快点，我都准备好了，快点，快点！真不想亲了。这什么呀？也必须亲了再走。还都老夫老妻了，亲了进去你不嫌腻歪吗？这不是你自己说要亲的吗？我跟你开玩笑的，行吧？我不管，你亲还不亲？我兄弟约了我双排，你不要啊！啊！我这啰嗦了，还得我亲自说。你看，哎呀，现在这渣男，你说玩完女的都不娶人家，我的天！哎呀妈，我这也没好哪去啊！啥意思啊？啥意思啊？那么有些人娶完了也不能我玩儿。哎，老婆，老婆，老婆，别闹，时间到了。场面四，你说是不是？只要一个女的长得不丑。他主动勾引你们男的，你们男的都会忍不住啊。那是他嘛，丑的我也忍不住。怎么一晚上没睡啊？那就睡不着。那你喝枸杞水是让你包通宵呀、啊？
来喝。不知道你们男朋友都喜欢玩啥，反正我对象呢，他不喜欢王者，他也不喜欢吃鸡。爱妃，爱妃你在吗？爱妃，皇上我在这儿呢。别跑我的小宝贝儿。场面五。哎呀，老公，你快过来，老公。咋了，媳妇儿啊？我呼吸困难。老公，那你上医院快。我现在需要人工呼吸。啊？小样儿。说，是不是想吸我阳气？我操！我在拔刀！我操！大婶儿，把你身上的这三成肉收收行不行？这夹出来了。这不是肉，这是褶。这明明就是肉，太明显了。这不是肉，包子还有褶呢。你能说包子上的褶是它的肉吗？都不给换，人家说换不了。换不了？咋说的？我到那嘎去，我说美女，你把这个给我换一下呗。我媳妇穿这个内衣号太大了。完了呢？完了，人看眼号说换不了，完人家还问我一句，问你啥了？问我 A 的还大呀？你戒烟了？嗯呐。真戒烟了？真的。真的。别人给，也可以抽一根。别人要不给呢？找他要。世俗总要，男人无惧无畏。场面六。水果吧，要不你打会游戏吧。就让我来照顾他吧。走。发现你现在对我态度越来越恶劣了。咋？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蹦，嗯啊哦哎咋？真是够够的，瞅啥呀？一个字儿哪样舒服呀？奶。面七，出去！我说了多少遍了，喝完酒不要回来。我没回来啊，我还要去唱歌呢，身上钱不够，我再拿点钱，马上就走。你还要出去是吧？来，进来，把门关上。你再给我出去一个试试。啊、那我去睡觉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哭着想了啊，你今天要是敢家暴我，我都起诉你。我都要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我自己，我要把你送进监狱里。哎，脱衣服干嘛呀？起诉去，起诉去、啊！不起诉了，不起诉了。下一个。完了吗？啊，大外头，我给你面子，你回来就得给我当孙子吗？面子我给你了，孙子你就这么当的呀？那你看哪个当奶奶的不是宠着孙子、惯着孙子？哪有一个好人啊？嗯，你知道谁最爱你吗？知道。谁最关心你啊？你。我是谁啊？我老婆。那你不对我好点儿吗？楼下洗浴八折，干好的。那个陪我前妻吃口饭。场面八。什么？快问快答哈！现在有两个女的，一个年轻的，一个年纪大的，你想带谁出去玩？哎，姐姐，不用在乎我的感受，赶紧回答。年轻的我带去吧。行，等会你带闺女下楼玩哈，我跟我朋友逛街去了。哎，你怎么还不吃饭呀、啊？你饭都做好了。我不想吃。不行，你饿坏了会心疼的。什么地儿你咋不吃饭、啊？不吃饭罚款520哈，直接抓给我。可以现在赶快不吃饭。我现在连52都没有，我就剩50了。找50。这日子一天跟你过这个没意思，我这个好白菜都让你这个猪给拱了，白瞎了都。哎呀，现在的白菜呀，已不像从前了。从前好白菜比较多，随便供哪一棵都不错。现在我们猪都迷茫了，放眼望去，全都是让别人扒拉剩下的。为了不挨饿，填饱肚子，也只能闭着眼睛拱了。
哎呦我的妈！你说啥呢？你说啥呢你？啊？干嘛的？这样真的离婚吗？跟你闹着玩的，洗掉就走了。你别出去，不能不能开门，你别走了。咋啦？啊！你怎么又出来刷牙？我这刷牙怎么了？你看那沫子弄到处都是。我告诉你，你要再把沫子弄到处都是，我就离家出走。不是你干什么？我就离家。有人说。场面九。没有，你知道你在我眼里像什么吗？像什么？像大姨妈，不来还想，一来就烦。你知道你在我眼里像什么吗？像什么？像香烟，不抽还馋，抽多了难受，想戒又戒不掉。最担心的是放在那里不抽，还怕别人抽，还怕别人抽。哎呦我的妈！男人是真可怜的，看不惯自己的媳妇儿吧，还干不掉。就现在这行情，干掉了也换不起。看别人家的媳妇儿顺眼吧，不敢看，无奈呀，纠结呀。哎呦我的妈！你看这两件衣服贵吗？多少钱呢？100多块钱。那不贵。不贵你也别跪着了，起来吧。这两件衣服我买哪个呀？啥意思啊？以我多年的经验来讲，你问的根本不是一道选择题。懂事儿啊。粮食快吃饭了。当我假装给女友下药。人吃，我给才做了西红柿炒鸡蛋。你先吃一口给我看看。你想啥嘞？我去拿冰醋，你先吃啊。我觉得你吃的没有问题啊！你开玩笑，我肯定没事、啊，怎么可能呢？怎么可能有事呢？不是你怎么了？不是你没事吧，老婆？你别吓我！对不起，我扇面粉对你玩的，妈，你别吓我！我真的假的啊？这个必须得有人工呼吸药水。